己罚款1000元，我花费500元，五点乘5万。下5000年，巍巍大中华，三皇和五帝开创了华夏，秦皇与汉武一统了天下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征服了欧亚。1949年，北京城楼下，伟人毛主席发表了讲话，中国的人民已站起来了。一代一代领导人传到习大大，我爱习大大，改革在深化，依法来治国，宪法治国家，四中全会的召开，文件颁发，设立国家宪法日，纪念基本法，我爱习大大，反腐决心大，老虎和苍蝇全部一起一打，反腐利剑在出鞘，把贪官抓，无数贪官和武力纷纷都落马。我爱习大大追逐的路线，教育和实践，无视和青年，思想要收敛，常常不反弹，纪律要严明，纪律要从严。我爱习大大出发向规定，扭转风声，风清不败黑洞，保护自由私用，不算办婚庆，不管参与娱乐的活动，包括和批评。21世纪，世界变化大，同住地球村，朋友遍天下，开呀新峰会，亚投行开发，主场外交 iPad 可兰不再是神话呀。命运共同体，建大国关系，亚洲安全观，精彩的一笔，祝我中国梦，封号扬帆去，一带一路的倡议发展了经济。我爱习大大，共济日说下，全民来纪念南京大屠杀，铁着庐山的惨案不要淡化，敌人犯下的罪行岂容篡改他。我爱习大大，将军们来抓，优良的作风发扬和广大，天人工会召开发表讲话，强制行军上台也不对前三话。我爱习大大，反恐力度大，暴恐的分子全部消灭他，就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，国家安全委员会责任很重大。我爱习大大，一心为国家，空谈是无国，是感心天下，中华民族的复兴坚决伟大，炎黄子孙中国梦壮在大中华，炎黄子孙中国梦壮在大中华。